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什么，哎呀，这韩服那韩服第几猴第几猴，哎呀，说实话也就那样吧，也不咋地。想跟我干？他应该盾快好了。一滴血在 W 呢，跟我差远了。哎，我说实话也就那样了。不是说差远了，只能说都差不了太多。我不知道赛恩的 W 是几秒的 CD。First blood。稻草人打野，我就插个眼儿的，不用插了，我看见他们。这波一看他就是要 Q，我们直接不上，我用 Q 补刀，把他放出来。他连车都不要，这人猥琐至极呀！还好，哎呀，A 到我了，马上莉莉亚到啊，把兵线带过来。28个兵，赛恩13个兵。踢他一下吧，打个骸骨。下一下点点点 W 点点接 Q，再点再点，不好杀呀！全残血呀，这些小兵啊啊，全是残血呀，大哥。你一个也不收啊！你可真是惊了我呀！哇，闪现！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我们玩不过他，我们延迟没他低，我怕我们玩不过他，所以我们找点闪。
저기 더 많았으면 좋았을 텐데. 98年，他可能九延迟，我们80延迟，我们玩不过他。一个一扣连盾都打不掉啊！真的，这一个一扣连盾都没打掉，我天哪！走 W 赛呀，不知道，反正挺难杀的，还不出门。别人他也不补。你就应该不出门。你要不出门，你就一直别出门。你出门你不死吗？完了，这波炮车兵吃塔皮吃不着了。这赛因绝对是主盾的，100%。这游戏让你玩的，连主盾的都出来了，我真是服了都。将猥琐贯彻到底，我们厕所回城。买针眼我觉得浪费，我昨天试了挺长时间呢，然后我决定出个西兰刀加个挺进试试，西兰刀挺进加个黑切，皮海蟹手加村落，这个样子。我们救他一下去。啊！交给학생주문입니다。항상최고를주문해。好像去不了了。这谁呀？哦，是稻草人。跑！他们家人好像有点多呀，能不能去呀？下路全来了。不太行啊。应该能杀。
让他打了个不灭。吃上一层小塔皮。赛恩没船。不行了，我得走了，他开车了。我本来想试试能不能把他的那个塔给他拔了，12分46秒，这把不三项吗？我试试别的出装。我觉得三项太弱了，出三项那后面都打人都。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我想硬吃塔皮，500多血。其实我很想把这个塔皮给它硬吃了。稻草人是不搁旁边啊？稻草人可能在旁边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。这边等一下啊。哎，别！我的天哪！一血塔，我们拿下。呀，我吸死了，挺近1800。我刚想拿完这一血塔走，他就跑过来了。中路早就没了，是吧？啊，不是一血塔呀，我服了。算了，我不差这个东西。出门一会儿正好上路收一波，收完一波，我们正好两件装备，把挺进出了。血瓶咱就不卖了，这波我估计也打不起来，打起来我也不去。你们爱打不打，反正我肯定是不去。木头呢？就搁草丛里头呢，就在草丛里边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1400出门，391点移动速度，我们出个皮还加他个20多。哎呀妈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太吓人了。
跑得挺快呀、啊。我怎么没血了呢？我血哪去了？我怎么掉的血呀？什么东西跑过来了？Double Q。哎呀，好脆呀、啊！是真脆呀、啊，猴哥呀！这边回家吧。先来个水银海，再整个红宝石，移速有了。我去打个峡谷，队友去打个小龙，完美。我不太敢打，因为那个赛恩和火蓝可能到了。这针眼是谁插的不知道。这波上路我们应该能直接给他拆没。我为什么闪现没摁出来呀？哎，我好烦啊、哦、我刚才摁闪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没出来闪现。我的鼠标都往上面放了。真是醉了，这都能死一波。本来这亚索二杠八，整的他十三了。这波把亚索一杀，把红一拿，把上塔一推，游戏结束，一波大节奏，我们直接无敌起飞。皓月搁上路呢，AD 也能死的，没事。我靠！
回头打他一套吧。这皎月的操作也不行啊，这人怎么回事？啊，旁边有人。哎呀，旁边有稻草人，我说他咋这么狂呢？旁边有稻草人，65秒。我稻草人没大了，我们可以等一下过来。20秒。那 AD 干啥呢？救一下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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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一下！追踪啊，不行！亚索他妈捡起来了，我操！那亚索捡着捡着杀了9个了，我的天！我移动速度倒挺快的。把亚索先杀了，亚索能不能杀？那中单来是不是又赢了？他老带啥玩意儿了？你说我都不带，把那亚索先给他杀一波，杀完以后我们直接拿大龙，拿完大龙游戏结束，啥也没推下来就带，你他带什么东西？来，可以可以，大龙试试。
五打四打赢了。我能打呀这啊，我的姐，我的哥呀，这咋打呀？我把 AD 杀了，还剩最后一个亚索，把他给我宰了。这不打大龙吗？来打野，跟我打大龙，你们几个推。没惩戒啊，家伙！228。锤死的镰刀有点像西兰刀啊。锤石被烫死了，我天哪，这我应该是没法上了，这边亚索还活了，没血了，算了，下一波了，杀了个稻草人，给锤石炸死了。哎呀，他也不离我远一点，你说这属于他的自己的问题啊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把小龙拿了。这个火蓝可能又过来做视野，我们在这等他一会儿啊。这位置不知道有没有人过来，薛威等一下。旁边可能有人。还放啥大呀，他必死，他这打人是真不掉血呀，我发现我有血手，谁死了？
53滴血。捡灯笼，没捡灯笼，锤石死没？往左边走啊，锤石啊！还不如出狂风之力，狂风之力没血呀。你出狂风之力，本来我们出挺近啊，能扛3秒，我们出狂风之力只能扛1秒。我盯没盯出来，怎么送了呢？对，而且狂风之力吸地太长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出挺进破坏者吗？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出挺进破坏者。我倒不是想要他这个小位移，主要是他有移动速度。你看我现在要是出个三项，你看你这是多少啊？现在是432，409。432和409差多少啊？差了20多点移动速度。真牛皮，他们家。我不得不给你们家点个赞，我说实话。三路被迫的情况下啊，你们敢出来抓人？都给我起飞！叮！这猴要塞其实挺难的，主要还是个工具人，不是那么很好塞。还是